听众朋友们，新年好！快元宵节了，还搁这新年好呢？今天闪子哥的日常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去年十二月的圣诞交换礼物视频啊，好像搁了好久啊。不管了，开始吧。抽签，抽签的时候，我们来介绍一下参加交换礼物的朋友们。绝非言晚音还在想 ，Camp 特工队雪人荣耀不灭，林早上麦麦灰楼。反犬猴头君苏西白白我自己还有一个来晚的淮南拆礼物是谁把什么东西先抽出来好重、啊、床上四件套加币对不起他有点重床上四件套对不起他有点重可能就那个最重不一样真的超级重这真的是床上四件套难道是本命年的被子吗拿去做身衣服吧不是吧你往那边拉试一下哇抱枕组合呀过于和谐啊！这什么？雪糕吗？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哦，我人翻译一下，翻译一下，是颁奖典礼，翻译一下，有钱有影响力的家庭，包的很好，还好我这个看起来还好，我这个很好拿，要不然大家先把胶什么的拆一拆，待会儿直接拿出来，不用拆，哦，直接打开就可以，我很慌，对，拆开可以了，什么？套装的感觉，哦，我去看一眼。由于婉英送的面膜上面写了奇怪的字样，所以猴子的镜头只有这一帧。妈妈，我其实十分想把它带给思瑶，我觉得这个。这是谁送的？什么？这是哦，这是那个帽子了，是那个帽子了。哦，这是谁送的？特别有趣，这样是淮南的。哦，淮南的，淮南的。哦，下一个。哦哦哦。好可爱！我本来想准备宜家鲨鱼，我都买回去了。好可爱！好可爱！好合适，好合适，好可爱！从侧面看可以看，照给他们看看。是吗？这个真哇，真实摸鱼啊，这个真不错。好家伙，摸鱼大的还未必能带上呢。雪人，这好像是个小鸭子，小夜的鸭子。从我这角度看是雪人，我也以为是我。让我来。里面还有一大，我非常好奇这个，我要抽的好。先拆大的，先拆大的，小的是附赠的。哇！等下那里还有是吗？没有没有，淮南那边还有一大，淮南那边还有一个。我先拆着，是什么？是什么？人掉进去没有，我觉得你快全真相了，等一下。没有，我不会，完全不。这好像是相纸。相纸。相纸什么什么 camera？ 相纸。相纸。哦。拍立得。这是。拍立得吗？拍立得。有点像拍立得。就我之前给别人准备的。这个东西真的，这个东西真的200块钱以内能买得下来吗？这个几十块。对。哦。加朋友在淘宝看。哎，看，但他选的那个好好看。啊。我现在对我的礼物，我拆，但是这个我拆了之后怎么带回去？就直接拿那个兜子带回去吧。行，谢谢。开始发现你的兜子，可以先走吧。哎，跟着衣服好搭呀，这个。我跟你讲，我一开始本来想送你自己一双短袜，但是。一个黑板，然后里面还有东西。哇，这是个黑板吗？是假白吗？说记不说，其实本来开始买的是这个，然后呢，那个包里面是一堆的油性笔，然后我想笔都买了，那我就干脆再买块白板吧。这个东西我可以玩一天，真的。这好好玩，好没用，但是。来，给我一下。这个太像，对，就是有人扮傻逼第一卡。哇，你们像不像？像。对。雪人装个傻逼，像一模一样。不要露我的脸。我们玩狼人，他拿这个笔记。哈哈哈哈哈！全世界都能看到他这个笔记。玩剧本杀的时候好像很有用的样子。那下一个了。我呢？这是谁准备的？我去了。我来说一下是什么。看就是。这个是测谎仪。测谎仪。什么？对，这个是哦，手放在上面，然后只要你说谎，就会被电的测谎仪。快打开。会被电吗？好，待会儿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试一下。然后我要来介绍一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之前在微博上看的那种戴在嘴，咱俩差点红了好吗？是吗？就是那种，这个我买过，那个变色龙的那个，对，哦，变色龙是吧？这个是一次性，我怀疑我们 follow 了同一个 UP 主。我真的差点买了这个。然后你可以带上这个东西，然后去，然后两个人一块儿去比谁能把这个东西。我差点买这个。所以待会儿你可以好好选一个人陪着你玩这个。然后那个人还需要接受你的测谎。不过那个我可以选你跟雪人玩吗？可以。你看大家同意同意同意。会怼出去的。没事，你先把它吹吹直。嗯，你吹一下。
然后哎，对，你可以把它，哎也行。我这个好像得我来拆开它，待一会儿。哎，啊，好难哎！哇哦，慢。这是两个人的桌游，是那个桌冰球还是什么东西？沙盒球，桌蛋冰球。哇哦，这个好可爱，可以。奥利奥，利奥利奥，奥利利，奥利奥，奥利奥利奥，利利奥利奥。什么东西？桌游，好有趣啊！比你的有趣，放智春里吧。比你的有趣，是不是？哎，顶多白白，你为什么每次都刺到我呢？我也很疑惑，为什么？上回也是，我能退回去吗？哎，我这个很有，哎，上次你想退，结果你后来想找的时候，他也就不加了。说一共可以四个人了，是吧？哦。那个是什么？绝了！这个你试试，这个好可爱。但是会先说一次绝了，我都觉得有人在叫我。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我是傻逼。会有声音吗？不会有。这明显看着比较像你这种狗的。有人看见。其实盒里面装的是块砖头。早上的。是什么新鲜的沙雕礼物？因为没有反壁翻墙。这个看着还蛮可爱的。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盒子。哦。哦，这不让自己做好久那个吗？哦，绝了！对，我跟你讲，不是，这么放弃的，我做出来。哎，先别拆这个，先拆另外一个。啊，先拆另外一个吗？对，这个是压轴的，压轴的。天哪！我感到还是压轴的，那个这个比那个还压轴吗？啊，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小纸盒子。是什么？这个就很普通的一个东西了，一个小明信片。这是什么？是早上我拆开过吗？来，给他。这是啥？哦，它就是个八音盒。他的个人相册，哦，打开。好少女啊！正常的不像是你送的。放一下是雪人娇喘。放一下。啊！哎，我还真的有雪人娇喘语音耶。哦。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群集。啊，倒也不必。啊，我要雪人的。哦，这个好原始。这一段你在剪辑的时候不可以给我剪掉。雪人娇喘语音。你不行，不要再读一遍。蔓延应该也有。哎，这个好原始，就是那个上面我凸起的那个东西。那个在微博上什么什么，我把你的娇喘在百度云和电脑上的一份，真的群里去。我来介绍，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吧。这个是我是特地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袋鼠肉吗？荷尔蒙产物，你打开看。荷尔蒙产物，等一下。啊，我知道澳洲会拿袋鼠做什么，不是我想的那个东西吧？应该是。应该是吧。他们那边会把袋鼠的睾丸当做纪念物。这是什么？这真的是呀。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形状跟这个毛的那个长度是我精挑细选的。我跟你们说，就是因为让我摸摸，让我摸摸。闪回好看，对，顺道把回答的那个。让我对着镜头说，闪子字好好看。哇，又有一代这个航拍的功能，这么直接的吗？我以为里面会放别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人机，然后它可以航拍，是吧？对对对。这是个猫装饰啊，我觉得这是个招财猫，这是个招财猫，没错了。它要这样拿出来，但是是一只有可爱爱的招财猫，好适合早上呀。看起来它看起来就很招财，这个大小就。看这两个礼物，刚抽的好急啊！灰龙给我的礼物，外面大家都这么大，这什么呀？我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真的看不出来吧？好难猜哦！你打开大家看，这是会发光的那个，不好的预感，真的吗？啊，会亮，戴上之后按一下中间，你戴上之后按一下中间，正常的推眼镜，戴上之后推一下眼镜，推一下眼镜中间，这是什么？哎，有人能帮这个？给他拍一下，先拍一下给他。我现在手机怎么没亮？它是亮了吗？没有，现在没亮，现在没亮，再推一下。该我了，该你们。关灯是吧？真的吗？试一下。我这个是。关了再试一下。哎，我这是标本。然后我们会啊，对对对，到那个塑料是那个矿石定的标本。哎，你拿。哦。你拿没反了啊？没反了，没反了。裤衩给扣上了，应该。哦，对对对，吓死我。哦。什么？我先加画好的。那矿石标本。好漂亮。哇，好可爱！对，这个我在上海那个，这是什么？矿石标本，有钻石吗？哇，哇，矿石有钻石吗？这真的200块钱你能拿得下来的吗？标本吗？大家到底都买了什么礼物？说好的，
哇，那个什么绿松石，这个不错，看看我能不能认出来。我都喜欢，这好帅。黑碧玺石榴石，这好漂亮啊，这个好。这是金子，这我在上海上海自然博物馆看到过。哦，喜欢这个，一块钱一克，上海自然博物馆卖的，这应该是粉金，对，这应该是粉金，有，我在上海自然博物馆买的一个紫水晶，看一下，好漂亮，嗯，好看，好大个，对，像刺猬。九老师是一个特别养老的东西，不会是热水杯吧？真的是，是吗？怎么咱们每次都要以养生来结尾吗？没有，还有哎，我结尾的菜。哦，有淮南，等淮南，我还刻了个字，天黑请闭眼。啊，这个比较酷。可以。哦，是你刻的？对，我定制的。啊，那我要给个特写。就是一个可爱的保温杯。老干部专属。但看你头发还挺茂盛的。老干部。是吧？可能没有那么需要。我也觉得我挺健康的。哇。哇，这个包装好好看啊！哦，好可爱啊！小夏这块有一个小脑斧，一个袋子，就直接拿走。哇，好有趣！这是三种颜色的笔，反正你这么好玩，还要蹭掉，蹭好久。这是茶是吗？这是那个茶颜悦色他们家的茶。哦。茶杯宝贝，对，太养生了。还记得这么久远的东西，这是蓝莲花，这又是个什么？对啊，这只是一个杯子而已。请唱一下。哦，配套的是吗？太养生了，不是配套，是我自己配的。哦，有点像那个老干部那种。这我也感觉。中间点花，这个可爱，有点像，好可爱，好可爱，这个可爱。哇，重吗？可以，是很重。拆完礼物后，大家就开始在我送的那块白板上画画留念，当然里面混入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最终这块板子被画成了这个样子。想讲要做。